大家好，我是李奇安的。Hello。你现在玩什么？剪头发。剪头发的。按这个。按这个。开车的。用雷手的。这手的。我劳奴是吧？是吧？来，喂。然后我先带着他们这个纤维围巾。对。小朋友理发店，他说他要喷湿一点。他会继续喷。先把它稍微喷湿一点。我也吹风机，吹，他会吹啊。然后他这是应该是用头发的。不是啊，手都没到。是啊。这里才有到。弄一样的样子。我看，放手就可以了。对。要按很久才会。对，好了。我要吹头发了。我靠，吹头发这样的？放开就可以了。他不会吹啊。你要按很久啊。好了，喂，自己吹吧，应该是自己吹，一样的。好，再来是梳头。放开，放开。对。哦，再来是要剪刘海了。剪刘海。再拿剪刀，就会剪整齐了。好，剪旁边。剪另外一边。走啊。把剪刀拿上去了。这里吗？对啊。来，小花的。哦，一样，同一边，右边那边。右边。小的没。好了，好短，然后像白雪公主，要剪头、剪刘海的，剪刘海，我好像懒了一点。再来说要用那个发卷，把它卷上去。这边也把它卷上去。哦，它变开心了呢。快好了吗？对。要换哪一套衣服呢？换外面。这一套。这个。然后按箭头。这个。这个片。这里，这里，看我的。箭头。头发呢？这个。好。这个，还有呢？这个没有了。好喽，那就可以秀这个。秀，好啊。完成。好玩吗？好玩。有没有可爱？有。最后我们说什么呢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